大家好，我是曾婉婷。我在《机智校园生活》里面呢，饰演的角色是米兰达，是一个高中的主任。然后呢，她是看似非常严谨，但是其实她是母胎单身，所以呢，她非常的憧憬恋爱这件事情。她内心就有很多的小剧场跟粉红泡泡，很可爱的角色哦。包子，初恋是几岁呢？16。最喜欢的福利色食物是米粉汤。学生时代的偶像是谁？郭富城。你可以说一个你最喜欢的约会地点。公园。你有被体罚过吗？有被打爱的小手。他上课会不会偷偷传纸条呢？会问姐妹下课要吃什么。说一个你学生时代最流行的事物。穿大象袜。那如果可以回到学生时代，你最想回到哪一个时期？高中。我是曾婉婷，我们12月在 TVBS 42台见哦。